能够去舍，去布施。那不敢说那是布施啦，就是说我们能够尽我们这个肉体的力量去做，我觉得更加结很多好缘，我们也真的很快乐。尤其做义工，我在做义工行列里面，我觉得是为什么一直要叫人家做义工，其实做义工真的才是修行。以前我女儿都 开玩笑叫我廖开会，因为那个时候做侠招的时候，侠招每个月跟总会长开一次会，回来又要开一次侠招会，然后各地区每一个地区又开一次会，所以一个月最少要开七八个会，所以我女儿都叫我廖开会。我觉得开会也是一个修行，因为每一次我们在开会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建议性的事情，有时候可能对方会不接纳，可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是联友，我们即使在这个会议上讨论的大家可能声音比较大，可是我们出去还是最好的联友。我就觉得说在华谷山这个大家庭，我真的化验跟师父说生生世世要来提升人的品质，见证人间净土。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发这个愿，我可能比较有机会来投胎做人，在跟师父在这个有三宝的地方去服务，不管是做人啊，就能够做人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去奉献嘛。所以我的愿不大，我就只有发这种愿，就是说生生师父跟圣人师父要来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我跟我师兄说我是发这个愿，那我师兄就说其实他发的愿很简单，就是来生也能够做一个修行人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说，那你要精进啊，你要有发恒眼心这样。不过我家师兄其实他比我更精进，因为我可能比较你人业力比较重啦，俗事比较多。那我现在一个礼拜我有上了四天的我们的活学课，像礼拜一就安和温念晚上，礼拜二我们就中山建设的专题班，礼拜三就是我们的圣严书院的课，那礼拜四就是我们地区的活学课。那我也觉得我好像很忙，可是我觉得我很充实，真的每天都过得好快乐。我女儿常常说，妈妈你帮我带小 Apple， 我就说我很忙，她就跟她说，妈妈你都在做义工，你也给她做一半天的义工。所以她有时候叫我叫带孙子，我不敢不带，我想说，我在这里做义工也是要给她做义工。所以我们在座的菩萨，我可能也时间快到了，那我就讲到这里，谢谢阿弥陀佛。我想请曾师兄一起来讲讲话，你先不要下来，起来给大家说说话，不要紧张。凡夫啊，刚刚每天在很不适应啊，因为可以说在龙潭寺长大，华虎山学习成长，师父知道我很木讷，所以什么事情呢，都由我家菩萨来跟他来协调沟通，协调沟通。那师父呢，很慈悲，因为我每天在大打成绩的时候呢，师父呢，知道我以前是重听。要种田啊！打成器的时候呢，师傅打死他这电影了好几十次了，不叫我们的，我实在真的很惭愧。师傅比我亲生的师傅的父亲呢还要细心的关照呢，师傅不放弃每位一个众生那师傅开始去小僧，他的交代法师呢，金山法师呢特别找那个呢。助听器给我听，同步翻译，就是打禅机普通是不能调位置的。他说交代法师说，看哪个地方能够用插头，你就跟给郑国山呢
调位置比较调式比较方便哦。啊，师父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众生都是要一直在学习，就是要慈悲，要感恩哦。这是哦，我们是来反念，来报恩哦。有这个机会，师父哦，实在是这个师父一直在强调我们，我们要像学习慈悲，怎么放下，怎么学习，然后说。廖师姐，还有郑师兄，还有各位菩萨啊，阿弥陀佛。今天晚上很感恩呐、啊，非常温馨哈、啊，很温馨。就我看到，就是在我们普罗大众啊，一般很平凡的一个家庭，然后因为接触了师父，有师父的教法，然后有。大家同修伴侣的互相的激励啊，然后让一个不认识佛法的菩萨，在累积的二三十年的时间，看到他自己身心的转变、家庭的转变，然后确立了这个人生的这个方向，就是以服务奉献为目的的这个方向，让我们非常感动。因为廖明菩萨我很早就认识了，他就是很亲切，就好像是邻家的妈妈一样啊，亲和力非常好，非常会照顾人啊。那我今天很感动的就是这个廖菩萨他从师父的一点一滴的小小的教诲里面呢，他都把它捡起来，很实际的。并不一定要。